真的是摆烂，好不好？然后妹妹又滑倒了，滑倒，不要，改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，今天又是fun game时间啦。那这款游戏的名称叫做 Huggy 生存娃娃游戏。她这个身体是鱿鱼游戏的妹妹嘛？那头为什么是恰吉？然后后面还躲着 Huggy， 所以这款游戏它一共抄了三个作品啊。盗版中的至尊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鱿鱼妹妹，她在看书，然后 Huggy 在后面干嘛？想丢鱿鱼妹妹是不是？这游戏感觉很坑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游戏。欢迎来到 Huggy 生存娃娃游戏，享受游戏如何赢得游戏，并从猎杀的娃娃中拯救自己。在这个游戏中，被猎杀的娃娃扮演一个像可怕老师一样的角色，樱树扮演一个像一个顽皮男孩的角色。简单来说就是大便，好，大便。这里有1234567891011123，我靠，15关哦。这个分game有15关没关系，我们先从第一关开始，应该是不会太困难啊。还有动画 ，Huggy 来到一栋房子前，然后房子前面有一把钥匙，我们要捡钥匙，对不对 ？Go find the key， 没错，我们目标是要捡起钥匙。然后旁边是什么？旁边有一个类似导航吗？这游戏好贴心哦，你们看地上，他怕玩家跟我一样智障有没有？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导航功能，哇，太棒了。然后这游戏可以跑步，我们把东西捡起来。然后我们左上角有计时，这游戏是有计时的。然后来到这个黄色的点点，就可以进去房子了。哇，第一关破了，哇！感觉这游戏很适合幼稚园啊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直接下一关。Huggy 进来房子了，然后呢，里面住着一个神秘的少女，不对，是熊熊。我们要拿这个熊熊，好的，了解。他的目标非常非常明确啊。这个是鱿鱼妹妹，恰吉妹妹，他会揍我吗？什么东西？他罚我仰卧起坐啊！被妹妹抓到要拖去做仰卧起坐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我仰卧起坐超强的，一分钟可以五几下吧，应该算强吧，对不对？在座的各位，我相信一下都做不起来啊！你们这些臭肥仔，我们要把这个熊熊藏起来。我看一下要藏在哪里。他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从这里，可以吗？他根本就不会理我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他完全不想理我，他就当我是一团空气，一团狗屎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好像只会在这里巡逻，他也不会说看到我躲在这里，然后冲过来抓我，不会，他就是一条路线，直直的巡逻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熊熊藏去目的地吧。他刚说哪里？这边找到了，太简单了。他说 ：“Why？ 熊熊为什么在这里 ？Why？ Huggy 好坏哦。我懂了啦，这款游戏我们就是要捉弄这个鱿鱼妹妹啊。看起来 Huggy 应该喜欢这个妹妹哦。通常那种小男生捉弄女生就喜欢她嘛，想干她嘛，不是？想亲近她。对，不要乱讲话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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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他叫我们找到什么包包，然后要保持警觉，因为这个娃娃在附近。了解了，娃娃呢？你好，你看他看到我也不会过来啊，太轻松了吧？我看一下这个娃娃在哪里，粉红小包包，好可爱哦。那个是妹妹的包包吗？然后我们要把它藏起来，真的是北兰好不好？这个哈迪真的是北兰，这边一直恶作剧，超讨厌的。Why？ 为什么包包在这里 ？Why？ 太白痴了，这游戏。火柴。我们要火柴干嘛？要把房子烧了，对不对？要把妹妹的家烧了，这样妹妹就会搬去跟我住了，太开心了。还有一本书，去厨房并且找到火柴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跟在他的后面，偷偷摸摸的，有没有？可以。你看这娃娃超笨，我就站在门口，他也不会鸟我，他等一下会直接走掉，简直傻逼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傻逼东西耶。把这火柴捡起来，然后再把它藏去。他叫我们把这个娃娃的书烧掉，为什么要烧他的书啊？太坏了吧！人家书看得好好的，你硬要把它烧掉，是怎样？北兰是不是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！抱歉哦，妹妹，我不能再让你看书了，好不好？烧掉。坏！为什么我的书烧起来了？坏！他还在给我跳舞，北兰真的是北兰。然后这次要干嘛？这什么？手机吗？我们要偷看手机里面有没有鱿鱼妹妹的裸照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来偷看她的手机，她在哪里？她在这。手机我来了，捡起来，然后把它藏到固定的地点。噔噔噔噔噔，
坏，我的手机为什么在这里坏？这本来就是个跳舞。这整个游戏的经费都在 Huggy 的跳舞身上啊，太可爱了。哎、欸，图钉哎、欸，他不会是要扎那个鱿鱼妹妹的脚吧？不要好不好？这个玩笑开过头了哦，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好不好？他在哪？啊，他在这。好的，我们从这里过去，没有问题。小朋友千万不能学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能学，这教坏小朋友。这个粪便不止抄袭，还教坏小朋友啊！太坏了，这太夸张了。以上行为各位千万不要学，好不好？你会被我打，真的。为什么要把妹妹的裙子割破啦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这个 Huggy 啊，做人不能这么坏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的鱿鱼妹妹都要流眼泪了。这个图钉是要用几次啦？哈，这作者没有梗了是不是？我们把这个图钉捡起来。哎，不对，在厨房。Hello， 妹妹，拜拜。我在厨房拿图钉了，捡到之后呢，去拿熊熊。我们要把熊熊拿来做那个吗？诅咒娃娃吗？熊熊，捡起来，到指定的地点去，然后打开什么按钮吗？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导航。哦，这间门打开了。好的，就是这里。又要把娃娃割破。恶作剧真的不能这么过分，好不好？你看妹妹哭出来了啦，哦，还在给我跳舞。男生真的不要以为什么这种恶作剧可以得到女生的欢心，没有，好不好？那个女生讨厌死你了，恨不得把你鸡鸡弹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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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边是要干嘛？这个电线是要干嘛？啊，屁股痛痛，屁股痛痛，白痴是不是啊？他真的很喜欢恶作剧妹妹的屁股，哎，这次是一桶馊水。他一定想把这个馊水倒满地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猜到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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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指定地点，看一下在哪里。感觉又是外面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哎，他要去哪里？他要去厨房。他要去厨房把这个水干嘛呢？泼在妹妹的身上。噔噔噔噔，嘿，真的是摆烂，好不好？然后妹妹要滑倒了，哎，滑倒，哎，不不不，嘎嘎，嘟嘟嘟嘟噜，嘟嘟噜，嘟嘟嘟嘟嘟噜。哦，他要窃取妹妹的资料啊！妹妹电脑里面肯定有一些什么私密照啊、不雅照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把那个密码窃取出来。好的，妹妹走了，我们去偷看她电脑。电脑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哎，她这次没有动画哦，怎么那么敷衍啊？又是火柴，这次要烧什么？烧妹妹的头发，别乱讲话。这边这边，烧。她到底烧了什么东西啊？球球，有一颗小球球。拿到球球之后呢，上二楼，二楼的打破窗户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们要打破窗户。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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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严重怀疑这个 Huggy 肯定有神经病，好不好？人家镜子好好的，要把它打破，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他叫我们用手机来丢鱿鱼妹妹、欸、，Hello。哎、欸，你好啊，手机啊啦，被妹妹抓到啦，被狠狠的痛扁一顿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手机啊，嗯，我这样有丢到吗？有哎、欸，但是他没有反应哎、欸，那个妹妹被我丢了一下，完全没反应。重新呢，所以他的最后的恶作剧只是把手机摔坏而已嘛。啊。算了算了，不玩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这一款就玩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
的智障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你可以以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去玩它，配上这个音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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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非常好听。然后到底为什么这个鱿鱼妹妹的头是恰吉啊？你就放个鱿鱼妹妹不是就好了吗？你硬要摆一个恰吉，然后害自己被告是怎样？哎，这款游戏它要一次被三个那个作品提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推荐给各位好不好？非常非常好玩。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